大家好，我们是新加坡瑞星创意华文中心，我是宋老师。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，故事的名字叫做《爱心小天使》。爱心，爱心，天使，天使，小猪猪，胖又圆，它是我的储钱罐。猪，猪，胖，胖，圆，圆，储钱罐，储钱罐，小猪猪，胖又圆，它是我的储钱罐。过新年，收红包。新年，新年，收，收，红包，红包，过新年，收红包，放进小猪肚子里，放进，放进，肚子，肚子，放进小猪肚子里，储钱罐，大管家，谁有困难，我帮忙。管家，管家，困难，困难，帮忙，帮忙，储钱罐，大管家，谁有困难？我帮忙，小狗饿得汪汪汪，买块肉肉送给它。饿，饿，买，买。肉，肉，送，送，小狗饿得汪汪汪，买块肉肉送给它。小鸟没家，喳喳喳，买间小屋送给它。鸟，鸟，家，家，
小屋，小屋。小鸟没家，喳喳喳，买间小屋送给他。弟弟渴了，呜呜呜，买罐饮料送给他。渴，渴。饮料，饮料。弟弟渴了，呜呜呜，买罐饮料送给他。妹妹唱歌真动听，买支口琴送给他。唱歌，唱歌。动听，动听。口琴，口琴。妹妹唱歌真动听，买支口琴送给她。我是爱心小天使，帮助你来帮助她。我是爱心小天使，帮助你来帮助他。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，欢迎分享，并邀请朋友们一起来听。兴趣是最好的老师。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等着你们哦。让我们一起进入故事的世界吧。